是不是觉得我们要大动作了？我们今天拿这个糖上来呢，就是要给大家发糖。发糖。发糖。啊，是哪种发糖呢？不是，就是你想的那种发糖。这上面的组合怎么发糖？啊、这不合适吧？这。嗯，好。哎呦哎呦哎呦！那我们还没想啊，我知道怎么发糖了。什么呀？怎么发糖？就是我们换一个位置。哦。你咋啥都知道？好厉害！那我们先来讲深柱吧。好，我有三个深柱要说。第一个 ID 是看什么看，在现场吗 ？Hello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你的支持。Hello。耶。还有认识这个字。你好有文化。然后下一个 ID 是冰冰拿铁，在吗？在吗？那就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你的支持。耶、yeah. ！然后下一个 ID 是小琪根根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你在现场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支持。还有吗？没了吧？没了吧？那我今天 MC 的。看一下话题吧。谁是游戏王？害你在心口难开，引导他人做出或者说出头顶纸条的内容。哦，我们现在这里有八张纸条，然后我们台上的人等会儿就是分成两两一组，分成四组，然后我们。就是四组，哎，不是，我们不是分成两组吗？是两组吗？是吧？两两一组，是两组，是两组，两两一组，是四组，是分成四组。数学真好，是吗？对，两两一组啊，四组。好的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就是他们把那个这个纸条贴在他们的额头上，然后引导对，就是。问对方五个问题，互相问对方五个问题，在这五个问题里面，谁先能够把这个话题，就是这个东西猜出来的话，就是赢的。对。然后我们输的惩罚是什么？输的惩罚就是拿这个跳 ban。哇哦！哇，这是奖励。对。没事，我会努力让你拿到它，好吧？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先分组吧。这个你要不挪在地上，然后我们每个人一人拿一张。哦，先分组。对，先分组。先分组。来吧，先分组。天哪！还有声音，我们黑白配吗？黑白配吧，黑白配吧，黑白配。我天哪，我们跟谁一组呢？哦，天哪，这是要。然后你们再，我们先分出来吧，来，黑白配，你们俩一组，这样不合适吧，玉明？什么呀？没什么呢，你们已经分出来了。OK， 我们三个人得分一个，石头剪刀布吗？黑白配，黑白配，你们还是黑白配，来，黑白配。黑白配，好，你给我一组，我们甜甜一组 ，OK， 分出来了 ，OK， 那我们谁先呢？我们谁先呢？我们那就我先来吧。好，娜姐，你去吧，你抽，抽。我是就是随便。这样，对你，但你不能看到，不能看自己的那个。我不能看。对，然后你给你交。是摄像机可以看是吗？可以。摄影机。你往那儿站。哎，是到了吗？感觉大家都看不懂的样子，你们的表情好冷漠。哎，对，这上面的都是一些病症，都是一些。你别看我们给你粘上了，就是你要猜出来你是什么病。对，我有病，不是，大家都有病。就是，只要粘在这儿就好了。对，你怎么粘反了呀？啊，可以看到就好了。可以、oh, ，OK， 好，该你了，然后是该你了，张老师，你不是刚才一组吗？张老师，你抽一抽，你们就来回一人问一个问题，直到猜出对方的自己的东西。是什么？是吗？这个病症很多人都有啊。哇哦！大家看得见吗？啊！看哪边？这边好看是吧？这边好听。左脸好看啊，好的，好 OK。好，还要再选一组是不是？他们先吧。好，我们要面向摄像头是吗？是，就是一互相问问题。对对，五个问题，谁先问的呢？我就是身体怎么样？身体应该挺健康的。健康，说明可能是一些
不是生理上的疾病，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。对，我这个疾病的症状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可能有的时候比较冷，哎，不对，寂寞啊，不是。那叫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。那你说很有道理啊，真的吗？是，对。哦，好。我这个病四肢健全吗？四肢？非常健全，有可能不止四，有四肢。开始跑火车了，朋友们。三头六臂都有。三头六臂，那你呢？第二个问题。就是我这个病，它一般发病的频率会是什么样？频率？每时每刻、每分每秒，甚至现在。哦。不会是那个叫什么眉毛散发症吧？原来你是这样的人、啊，正好普通自信的女人。如果你猜到也可以说啊，也可以直接说。我没猜出来，这三头六臂的能生啥病呢？我这个病是一个人能看好，还是要一群人帮我治愈？就是不容易治愈，甚至有可能传染给别人。传染给别人？啥呀？啥呀？他这个可能需要在洞里面治愈。他们第几个问题了？第三个问题了 okay, 是吧？怎么他们俩都还没有猜出来呀、啊？还没猜出来，第三轮了。好难。给多一点提示。哎，我这个病在场得的人多吗？每个人都有，就是来剧场的每一个人都。我可以多提示一下吗？都有。我觉得这个病有一个人得的特别严重。谁呢？段璇。啊！天哪！他喜欢我。哦哦，不会是什么出来了吗？是自恋吗？自恋原来是一种病。或者我们给他们提示几个字也行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是你是五个字，五个字的，是三个字，我三个字。对，我不会是精神病吧？有那么一点点，对了一个接近，对对一个词吧，感觉对了一个字，神经病。对，严谨一点，不对不对，什么什么，严谨一点，不是一个动物，换个动物，神经。哎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病精神，换个动物，换个动物。让他换字，他把口音换了。换一个口音，不是，不是，换个字，换一个字。对，神经人。你换第一个字呢？就差一点，就换，就差一点。对，换个动物，就第一个字。对，就第一个字都提醒到这里了。就第一个字对了。对，不是，就后面两个字对了。它是一个这样的动物。精病？什么精病呢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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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精病呢？那阿姐你什么精病？蛇精病。哎，这是一个什么造型呢？这是什么病呢？哎，是不是三头六臂的人都有？嗯，哦，这是我知道，这是一种神经病的可爱说法，对，叫蛇，对，带点小口音，一种网络用语。神经病，还是没有。那这样就没有猜出来的话，再猜一下，那就要你已经就是被爱妄想症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真是真有这个东西，真的，我的天哪！天哪！被爱，真的是你自己猜的吗？没有人打小报告。没有，我发誓。好厉害啊！他喜欢我，我觉得他对我笑了，他肯定喜欢我。就是这样。哇，那他们，但是他先赢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呀，他先赢的，可以给他奖励一个道具，让他兜里跳。对，可以，对，来吧。那我们下一组吧，我们吗？那我们来。有没有可能有一组两个人猜不出来？这个，哎，这个。啊，这样。没看啊，视力不好。OK。哦。这样。啊。哇哦。来。这个真是难猜呢。这个好难猜啊。嗯呐。有秒呢。我看一眼。是不是他反应？啊。适合我。可以，就是你本人，我本人，对，太适合了，哇哦，
好，我们开始。啊，你们开始。你问。是不是我每天都会夸自己的一种病？是的。有点，有一点，有一点点。自恋。还挺清楚。不是啊。不沾边儿。还没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沾。那我是精神类的疾病吗？不太是。我器官。也有。都有吧，我觉得。那你问。更多的是行动上。行动上。行动上。那我是那种就是脑子带着我的动作。你这第二问题了。哦，那你问你问你问你了。我这个发作起来有什么症状？发作起来的症状，我觉得处于就是精神上的，就是外貌气质上的一些症状。哇哦。对。身上就是面对大众的一些症状，一些那种丝毫没有头绪。然后我的这个会影响到别人吗？会。哇，你们好像考奥数呢。就是哎，不是，主要是我们还眼睛眯贼小儿子。会。好烧脑。哇，我这个不是器官，你要不提醒一下字，就几个字。啊，提醒，我是你是三个字，我三个字，你是两个字。你们好像两个字啊，两个字。可以给他提，可以提示吗？这是一种属性。那我就是你看我们对所有人，哎，可以问一下，哎，你要问他还是他问你？现在该他了，该他问了吗？有没有？我觉得可以问。美癌。不是，没有没有，跟你不沾边，没有什么关系。你不是说咱们对所有人吗？对对 对, 对。你这样，你看看我，看我。我觉得你可以问他一句，就是说我得了这个病能够获得什么？啊，我得了这个病能够获得什么？啊，获得什么？这能获得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就是获得那个跟你相反的人的羡慕。就是跟你相反的这个人就会很羡慕这个人拥有这种技能，比如说我就会很羡慕这种。为什么鼓掌？这很好猜。娜姐，你看我跟他是不是有点反差的，是吧？没有啊，我好紧张的。啊！看我。哎，你跟我。嗯、哎一二三，哎呦，那你这样子，咱就你选我，我选你，就是你跟我出去，你感觉我是一个帅哥，啊，不是吗？满脑子都是帅，娇娇，什么？啊？你这样，就是比如说林娇娇啊，你是路人，你是路人，耶耶，嘿嘿。哎，你这是上一个神经病啊！我实在猜不出来，救命！就是现在大两个字，你演一下我，我演一下你啊！你我演你为什么啊？我演行，你猜出你的了吗？你们都在帮助他，你这个对，没有人帮我，他们说我的这个太难了，可能是。我演一下你，你演一下我，一般的。好紧张。风。就是我这样子是在不带一手东西。我等一下。哎呀，娜姐，哎，那是王瑞琪吗？哎，甜甜。自来熟。哎，三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自来熟很接近，换两个字啊。啊！没事，你随便猜，猜错也没有关系。救命！用尽了一身所学。不是，就是突然之间找不着词。背楚寒。对，就是他。背楚寒。射牛。这样大家都在帮他说这个，哎，没有人提我的这个，这么难说吗？我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可以猜一下，我这是病吧？是需要在一个地方才能够治好，只有在一个地方能治好。就是，哎呀，哎呦，就是这种，是公主病。甜甜，你学的，哇，真是很到位呢。还能跟我打交吗？对啊，那我的问题比油苗少，算不算我赢？是吧？我一瞬间，因为甜甜太公主了。这游戏是这么玩的吧？大家想看，大家想看有秒拿着糖吗？我想要这个，就要这个。你想要这个？我要这个。不给。啊！欺负人在这里。太屌。行，就这最沉的给我了， okay. 朋友。我好期待你跳糖。千斤重。
好，那下一组，那下一组我甜甜吧，我扛着，甜甜，你先，我先吗？正的反的。膨胀。天哪！天哪！哎，我给你拿。这是我的。我的妈呀！这是谁？谁这么准？什么呀？我要是这个人的是谁呀、啊？真的是有点东西。好缺德啊，这个东西。我真的很缺德。我这个缺德吗？你的好了，哎呀，这两个太精彩了，朋友们，太精彩了，很期待，太精彩了。你要先问我吗？开始。嗯，我这个你看了吗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一个问题用完了，你俩可以对一下五分钟。我先跟你们俩说一声，你们俩都是两个字的啊。OK OK 啊，你问吗？你问，忍住啊，忍住。我这个，嗯，我这个会带来幸福吗？你这个病有点无能为力呀、啊、你问问我呢啊，我是我问你什么？我这个病会，就是这个病病发的时候会怎样？大家不都不太好，大家都不太好、啊、就无一幸免，你知道吧？无一幸免。哦，无一幸免是吗？传播力蛮强的。感冒。感冒能笑成这样？对呀、啊，怎么能说如此精彩吗？我这个病快乐吗？他的这个词真的很怪，就是说，为什么都会觉得有点怪？很快乐，很快乐。嗯，他们挺快乐，当事人快不快乐不知道。你这个病快乐不起来呀。抑郁。No。哎，有个广告词可以。就是，怎么这样好啊？大家要啥宝啊？啊、你怎么？啊、怎么？那个啊啊！快快提问，快提问，忘掉他，快。我这个病就是说，就是大家都有吗？我现在觉得你的这个嘴有点毛病，一直在那说不出。主要是我太看到那个太想笑了。我这个病，我觉得你肯定比我严重。我这个病大家都有吗？大家有些有，大家不敢说话。有些有，有些没有。但其实这是别人的小秘密了，对，你猜到了吗？猜到了吗？可以往偏一点的想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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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都看了，很正常嘛，对吧？说吧。肾虚。第一个字对了，第一个字对了，差一点。肾亏。对对对对。小爱呢？太好笑了！你猜一下你的，你猜一下你的。我的应该不会比他更损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挺损的。太好笑了，你的。我可以问一下吗？我可以问吗？你可以问，然后让他们给你回答一下。再问一个问题好不好？那，再问一个。再问一个问题是吗？啊，让你猜一下。这个我有吗？这也没人知道吧？这个少女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在外面就是看不出来的是吗？对。它虚无缥缈，它是有魔法，你魔法猜到了吗？这种魔法，猜到了吗？口气，啊、什么啊？哦，口气，对了一个，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对了，第二个，换个部位，换个部位，是上面还是下面？下面，脚筋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啊。大家都愿意照自己坑，你知道吗？好缺德，来，还有，哎，你要。他输了对不对？甜甜，你可以给他道具。下一个吧，对吧？哎，这很好。还有最后一组，来吧。你们一个一个拿。反了，反了。
反了反了，我就是个皮，你们声音有点大，我都听见了。那你带的是亏吧？我这个是人得的吗？是什么东西？是人得的。我有这个病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不知道，应该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们俩都是两个字啊？我这个下面观众有吗？还蛮多有的。那蛮多有。我这个会影响我的脑子吗？会。会会，我觉得会影响心情。对对，物理上的影响脑子。对，我这个是上半身的还是下半身？全身上下。全身上下。全身。我缺血。不不不，两个字，两个字啊。那个血亏不是。你跟刚才肾亏有一拼啊。我贫血吗？不是啊，我不贫血，不贫血。问他，但是可能平时你有这个的情况下会，什么？什么？一些什么？有一些反应。哦，是跟我的外貌有关的吗？跟你有一个字挺沾边的，我觉得。跟看见别人的外貌有关。对，哦，跟看见别人的外貌有关。你粉丝看到你的也有关。评价别人外貌的综合症，就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臭美，不对，我想想我这个病会让我怎么样？会让你智商变高。是什么？啊、我觉得 会让你长脸。我觉得会让我长脸。嗯。这是一个现在年轻人都担心的问题。哦，我知道。我觉得会照亮别人。那秃顶。那差不多。接近了，接近了，接差不多，还没那么严重。就是换一个词儿。地中海。哦，不对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脱发。对对对对。猜猜你的。我这个。我跟你说，第一个字跟你很有关系。跟我很有关系，美。跟以前的你很有关系。跟以前的你很有关系。跟以前我娇。再换一个，换个词，你想想，除了我们，除了有花，弱还有什么？弱哦，花，第二个花痴，对对。我觉得应该多一点。无聊的病，你猜所以是谁输了呢？还有谁输了呢？科科，科科，没事，我有这个，这个更适合你。好，那我们换。天哪，我看到 S 的一群观男，这更适合你了。那我们输的人要带着这个。都是谁输了？一二三，还有一个人呢？还有一个人是啊，娜姐，娜姐，你怎么逃呢？娜姐，给了他想逃，还想逃？这行，那我们就欣赏接下来精彩的 BAM 吧！耶、yeah. yeah.。